喺北京。外交部對於加拿大駐華大使館人員訂製武漢蝙蝠圖案嘅 T 恤，以誤解作為解釋，唔能夠信服。引起兩國爭議嘅 T 恤被指係影射新型肺炎病毒源自武漢。加拿大解釋圖案並非蝙蝠，係美國 hip hop 組合武當邦嘅標誌。喺北京，外交部認為加拿大嘅誤解托詞唔能夠令人信服，難以相信在華多年嘅高級外交官會犯咁低級嘅錯誤，造成惡劣影響，引發廣大人民強烈不滿，要求加方嚴肅對待，盡快明確交代。